庆余啊，看一看啊，我看露一面，大鲤鱼呀，庆余去了，又是条大鲤鱼，要不能干的是背成这样，钓鲤鱼过瘾啊，它有力量，看，嘿，这大鲤鱼不小，这也不小啊，这个大鲤鱼带着草回来的啊，你啥？你还得往桌边带，这个拉前站上去，咱拖上来，你要这块拖冷着，昨天不跑了吗？是不？你这边换了个姿势啊，换了个方向，来了，过来了啊！看看这老家伙啊！你这棱儿，你不能往这边拖，看见没？你得抱上来了。哎呀，看了大家伙，这比例啊！好嘞，上岸了啊！这大鱼啊，应该有个十多斤啊，占比数太大了。星河水库啊，这大鲤鱼太漂亮了。这个鲤鱼、草鱼、青鱼，基本温度已经到开口了。星河水库。